去到葉牧師的 YouTube 嗰度睇到關於潛意識點樣處理，咁啊試下揾應用。我老婆咧就好唔中意我屋企咧洗碗啊、抹地啊、吸塵啊，唔中意嘅。佢話我咧嫌我做嘅嗰啲嘢咧係唔妥當嘅。但以後都唔好咁講好多嘢，好多負面嘅嘢。哇！令到咧，如果正常嚟講，我如果唔識得咩點樣處理潛意識啊，或者唔好被佢影響啊，我肯定咧會好。但你諗到啊，一定唔會唔開心啊，可能會咧反駁佢嘅。哇！我做得咁好，我平時都唔做啊。咁你有咁大反應，但我嗰時嗰刻裏邊咧，我就留意到點樣去處理佢唔會被我影響到我。咁我即刻。提醒我自己是感謝神，譬如我真的有做得不好，是吧？我能夠我自己可以第二次會做好一點，我自己是、去禱告讚美神，你以為、我不會被影響，然後我咦都行得通喎，一陣潛在做一些這樣的潛意識在個當中裡面，其實是那些潛意識在跟著你，那我就明白到就一向做，跟住咧就好開心啊！依家我抹地啊、吸塵啊，咁咧一次咧我就又聽到葉牧師又講一個關於聖靈充滿喎、持續喎，我未聽過喎，我哋自己又試下啦，咁我試下聖靈充滿就話讚美主，哈利路亞，耶穌你真好啊！我見到個天啊，讚美天。見到啲食物就讚美神，我見到街嘅行上面啲人啊，好哈利路亞！我見到空氣吸入去好舒服，哈利路亞！我見到太陽好温暖，哈利路亞！我不停係咁講，不停係咁講。今深夜有一日，我老婆同我去街，即係行得耐啊，痛嘅。咁我嗰日咧就哈利路亞，係咁讚美神，係咁讚美神，哈利路亞！啊，發覺我同老婆去街咧，真係有夠個好恩愛咁樣一路行。好奇妙嘅喎，咁哈利路亞讚美神，哈利路亞讚美。我老婆做咩？你講咩？我話讚美神咯，我唔使講俾人聽啊，你細細聲喺心裏面講都得嘅喎。咁樣我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讚美神。跟住我就只腳冇嘢喎，跟住咧行到好遠啦，又曬喎，又哈利路亞讚美神。跟住又話我老婆話：哎呀，好攰啊，我走啦。哇！我唔係喎，我只腳未夠厚喎，未夠厚喎，仲可以行。我自己喺屋企經歷聖靈嘅時候，我自己係感覺到我自己係有一個咧，我自己讚美神啊，哈利路亞啊，耶穌你真好！哇！突然間感覺到裏邊咧有一個咧好平安，要不停係咁啊。耶穌你真好，我哋享受你啊！我哋敬拜都要享受啊！主啊，讚美你，哈利路亞！哇，一切煩惱都冇曬啊！哇，一切啊，好多嘅重擔都冇曬啊！哇，主啊，你真係四面環繞我，按手在我身上啊！哈利路亞，讚美主耶穌，哈利路亞！